大家好啊，我是 Andy 啊。其實呢個係我叫 work 啦，叫All Mental Mirror， My Body Interaction。基本上咧就係想利用一塊半透明嘅鏡去達成呢個抗真實境嘅一個裝置嘅。咁樣根據我呢個技術咧，咁我就develop 咗，即係建立咗一個application 啦。咁就係叫做My Body Interaction， 是一件installation art 嚟嘅。咁其實做緊咩咧？就係話希望大家觀眾企咗喺前面嘅時候，見到自己嘅身體之餘，當我戴上呢、這個腦電波嘅監測器，咁樣咧就可以同時睇到自己思想同埋身體兩者之間個關係喺度，就想表達翻呢樣嘢。咁其實咧，呢件作品咧，technical 上咧就有兩大個重點啦。第一就係用翻塊鏡，用翻半透明嘅鏡，咁喺後邊有個projector 係投影翻個一啲虛擬嘅物件出嚟。另外我仲有一個有幾個 camera 喺塊鏡上邊嘅，咁咧就係可以影住個玩家去重建翻佢成個玩家嘅身體個 3D model 出嚟。咁呢個第一 part 啦，第二 part 咧就係用翻呢、這個Brainwave sensor 啊，咁咧就去拎翻佢嘅腦電波嘅 data， 經過 software 可以 extract 翻抽翻佢嘅情感變化嗰個毒素出嚟，咁我再去透過電腦一個 3D 嘅方法去表達翻出嚟，基本上就係呢個兩大重點。咁其實呢件作品咧都有啲可以改善嘅地方嘅，咁譬如成個 program 個程式可以去 fine tune 佢嘅 performance 啦，希望玩家個身體嗰個變化同埋個畫面顯示出嚟嗰、那個差距冇咁大，去縮細佢嘅。另外咧其實呢、這個腦電波監測器咧可能會去諗辦法去再 develop 去令到佢更加易用啦，即係因為依家各位觀眾可能戴起上嚟嘅時候未必咁易適應去拎到佢嘅 data 出嚟嘅，可能要更加多嘅指導或者去其他有協助。